开呢？我都饿半天了。那不是因为咱俩小伙伴说想你今天挑战一天只吃苦的食物，我才给你准备好，老苦了。那什么呢？反正咱俩小伙伴都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那能拦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我们先给小胖榨一杯苦瓜汁儿，走起。来吧，咱俩小伙伴都等着呢。我的妈！然后再来一盘凉拌苦苣。午饭嘛，就给小胖来一根鲜苦瓜。哎呀，这呀是真苦啊，真苦啊！晚饭我们给小胖来一盘凉拌柚子皮。哎呦啊，今天真是太苦了。